你好，好，喂，师傅好。请讲，稍等。请讲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祝师傅新的一年法体安康，弘法顺利，救度更多更多有缘众生。昨天梦见师傅的时候，我在想今天有可能会打通师傅可通电话，感谢师傅。请您看一个1980年属猴男。八几年？86年呐？1980年属猴男。看什么？他的心脏。有点小问题。对，他今年送急诊了，就上12月份送急诊了，因为心脏问题。有点小问题。是有灵。是什么问题？他有点心脏有点变，跟人家不正常一样，就是不是像人家正常的心脏那种跳法。他当中像他这个当中血管有点像裂开，像裂开一条缝一样的。好像有间隙啊，你听得懂吗？有缝隙啊。好的，缝隙。那他这个是需要找中医看还是找西医看？有灵性了。灵性最好最好。他如果过去一直没有发的话，从来没有过这个病的话，中医调理。如果过去从小就不好的话，那要西医的。是从小的，出生就有啊，那就是麻烦了。这个就是可能要他可能要如果西医说只能动手术的话很危险，就叫他中医调理吧。中医调理。好的，我现在看他也不会影响他的寿命的呀。好的。但是像每年基本一次都要送急诊，这个还是有点影响正常生活。对呀、就是每年一次啊，已经算好的。有的人3天2头送急诊，你知道吗？多呢，这种人。像他如果自己如果晚上做梦，如果有什么菩萨的手在他心脏上点一点的话，好的话，那就彻底结束了，就好了。好的好的。那个您可以跟他布置一下功课吗？因为我给他布置他不怎么听，你要给他布置他会听的。59遍礼佛呀。一共59遍礼佛。好吗？好的。那个大悲咒心经呢？心经自己选呀，自己108遍呀。每天吗？就是现在身体不好的期间呀。好的好的。好，感恩你。不要吃凉的了，不要再吃凉的东西了。行，好的。他那个也经常喝咖啡。开玩笑的。你叫他吃一种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呀。好的。行，好的。那他这个心脏问题需要多少小房子？180。好的。他头上呢？他头上以前有个灵性也。就是跑到他心脏来了呀。那他如果吃那个 Q10还有那个丹参片可以吗？可以，丹参片他没血压高，可以吃的。好的。Q10、丹参片都可以吃，主要问题不能激动。第二，不能吃凉的。第三，停止咖啡。好，好的，我跟他说。你叫他一个礼拜之后明显好转。好的好的，感谢师傅，感谢师傅慈悲加持。他那图腾颜色呢？1980年属猴。白的，白猴。好的，他现在在找工作，然后，他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哪个方位比较好？他想是在法国找，然后是哪个方位？右面，靠他的右面，从他家出来右面。从他从那楼出来是吗？从那个楼出来右面。对呀、楼出来的右面。好的，那等于是还是在巴黎了哈，不是在郊区之类的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是右面。好的好的。